大家好，我们是明先生，很高兴再次来到福生记。今天天气有点凉，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不要着凉。然后希望你们等一下玩得开心。我是贝斯，我叫尹诺，谢谢。福生记的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那个过完年的第一场。那个也感谢福县记者，也要感谢呢今天来支持的大家。那个米先生呢都是浪漫害的，就是去年我们已经发行了大概两三个月，三个月多了。然后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首？对，那等一下都会唱到新专辑的歌。那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享受，然后也要注意安全。然后我是吉他手哲安，谢谢你们。大家新年快乐！送啊，送啊，快来这这两个送啊！还有，顺便祝你们，是元宵节对不对？也祝你们元宵节快乐。然后，2024年啊，米先生有一些小小的东西会慢慢会公布给你们哦。就是如果还不认识米先生的，对，永远不嫌晚，好不好？加入米先生永远不嫌晚，那个可以吗？然后呢，你们有喝酒吗？哇，有的声音蛮大的，然后要小心哦，你不要往深山里走哦。好，很好，那回家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然后玩得开心，然后吉他手小 B， 谢谢。所有福县记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鼓手一凡，新年快乐。去年大家都过得好吗？应该都过得不错。那相信大家，上个月的那个红包应该也都领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应该收入也都还不错。今年明先生会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见面的机会，希望大家隆重来好吗？好，等一下还有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主唱盛浩，我们是明先生。好像很久没见到大家，然后刚刚哲安有说到，这是米先生呢在新春之后的第一场，然后也像小 B 说的，今天是元宵节。我昨天在滑手机的时候才看到有人说，在元宵节的时候许愿呢特别容易实现，就是今天呢你许了什么愿或做了什么事情，接下来的这一年好像都会照着这个方向走。那元宵节这天就跟大家见面，就感受到这么多人一起合唱的这种力量。相信今年明先生的演唱会应该不能办太小场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办演唱会大家一起来玩好不好？很感谢福县记，就是每年常常的邀请跟我们过去的作品。但今天呢，明先生在去年十月已经做了新专辑，所以今天会唱很多新歌给大家听，也希望呢如果还不熟悉的朋友